现在时间是这个七点多一点，然后呢今天赶个早市，看看今天在这个地摊儿能淘到什么东西不能。这边卖的是都是一些奇石类的。一个明代的一个瓷片。这种小茄子这是。今天人可多呀，今天人还是挺多的。你看看今天人多少，今天好像应该是有个大集，要不然的话不会人那么多。这边还有卖这种罐子，这咋卖了？这死了，修了没？又修没？小冰箱，明代的。哦，年份不错。明代的。这是紫金釉的东西，紫金釉的。其实这种做个花插还可以。穿丝走了，这个花花还走了，不是三斤就走了，不是三斤不要，全丝走了，你换锁也带走了会。这应该是一个铜，应该是一个雍正的一个。三斤表都不让他走了。一个寿字碗，上面带这种属于是豆腐款。做表不用打。走，我们去这边再转转啊。今天东西应该还是很多啊。这是一个那个什么银的。